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收看 Officer CK 今天的特别影片啊，感谢各位一来的支持，记得在底下点个赞还有订阅 Officer CK YouTube 频道。好的，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是特别影片，然后呢我采用着 Johnny Gen Y 所制作这一辆特别的消防车子，然后这辆消防车呢其实是消防警捕车，然后我们今天会前往到一个地点，然后那个地点呢已经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火灾，那间屋子呢是完全是很多板的 OK， 然后呢火势也是非常的强烈，因为那边有警员已经到达现场，然后他们通知我们这个消防的这个警务车到达现场去做个了查啊，做个就是了解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去吧。OK， 所以从这边呢，你们可以看得到那个火势在那个屋子的门口啊，还有那个上面那一边呢，是燃烧的非常厉害。这个呢，可以说是有某某的一辆直升机闯入里面，所以呢，现在我们要了解一下事情。Hello， 警员，里面到底有没有任何的伤者呢？他说什么？有，在八分钟前有听见求救声。哇哦，那么八分钟之前的话呢，现在应该已经有大约整12到15分钟之间了。我相信要赶快进去里面了啦，不然就待会儿就麻烦大了。来来来来来，大概了解一下这个火势的那个严重性啊。哇，你看那火是烧到这样哦，那个火势是喷出来这样子的。你看那玻璃那边外面是这样子喷法。OK， 现在我们往进大门里面啊，也许这个大门里面呢，这个应该是门口。OK， 哇，玻璃，哎，没有，你过来看一下，你看到吗？严重啊，这个也许没有那么简单，这个火势要扑灭也没有这么简单，有点难跑进去里面，因为火势太大了，看啊，这个太大了，所以要进去里面有点难。需要一点本事啊 ，OK， 我们尝试一下，就是在这个靠近这边的房间先，暂时扑灭一下这边的火势，看一下能不能够，竟然扑，哦，那边是好像有那个煤气的那个管子嘛，它的火势这样子一直几秒钟这样子就喷出来很多样子，我觉得应该是它的那个煤气管有爆了，所以才会有这样子，哦，我着火了。不给，我还是走出去比较好。Oh my god！ 不给，太难了，我还没做好准备。我看我这次不能够先救火先了、我可能要我可能要先救人先。所以呢，我们先把我们的车子先停到右手边的这个 warehouse 啊，这个东这一边先。OK， 我们停在里面了之后。我们去我们的车子后尾拿出了我们的那些装备。Fire truck backup required on Union Road。怎么样？没来的，人影都没看见。哎呦，看起来火势还是很严重啊！里面有一些煤气桶还是什么之类的，就烧到已经爆炸了。我觉得，
好了，我觉得这样子啊，我不要再等这个消防员的这个协助了。我看我们自己本身进去里面算了，确定一下这个地点。如果我们通知一下这个救护人员的话呢，报总部请求救护人员来到现场一下，有东西需要跟那救护人员报告一下。哦，来了来了来了，哦呦，不要撞警察，不要撞警察，慢慢。哎，救护单位。麻烦你们通知一下更加多救护单位来协助我们一下，还有一个救护，还有那个什么，哎呀，好了，我听不到，不要紧，没有关系。他先通知一下更加强烈的那，更加多单位的那个救护人员来到现场，来拯救这一个，不是啊，是吗？拯救里面的人，拯救里面的人，看一下里面有多少个人还在里面卡着，不能出。不能出来。OK，好的。So，现在我们已经穿好我们的装备，看到吗？我后面背着的那一个就是我的氧气桶，所以这一个氧气桶呢，可以给到我氧气，在这个强烈的这个火势里面。OK，来，我们用这个灭火器慢慢给他们打拼过。OK，跑过去，跑过应该不会烫，我的脚非常的烫。OK 呀。等到火势灭下来，OK，K 哦，来，哎呦，OK，OK，过过，哎，朋友小心哦，这火势很大，不是开玩笑的哦，哎呦，那边还有煤气桶，我的天呐，怎么煤气桶会在这个地方的？哎，好危险呢，OK，然后我们拿出我这灭火器出来，灭掉这边的，灭掉这边的火线，哦。没有，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等下你被火烧，被我喷到啊！这个火很强哦。OK，不可以！Oh my god！不可以，我跑了！不，我的朋友着火了！哎，我都跟你讲，不要站那边了啦！你这个笨蛋，你看那个门也是着火了，怕可以救到你吗？OK，我把你身上的火势给喷掉了。灭了！哎，不要跑过去，笨蛋！Oh my god，你跑那边去，你更加死！哎，哦，你看我是不是讲了？我是不是跟你讲了？为什么你不会听？朋友，你要自杀是吗？我怕我救不到你了这次，可以吗？还是可以，大命不死啊！OK，我的那个灭火器一直在喷着。你可以过来哦，不可以哦，看这是难救啊，这是难救哈。Oh my god，朋友不要死，no！哎呀，谁啊？被黑掉啊？被火烧到超大啊！OK，这样子的话是要靠我自己一个人了啦，这样子的哦。OK，这边这门给我打开啊，所以这个就是后门出口。OK，让我看一下场面景，因为我这边又有那个煤气。哎，等下，小姐，哎，小姐，哎呀，跑不进门，小心，等我啊，等我啊，我现在过来救你。不、哦，哎，哪里？这边，应该是，哎呦，不可以，不是，哦，这边，这个啊，看到好，OK，可以成功了，小心啊，小心。这个衣服下来跳过去的，OK。好了，小姐，你 OK 吗？可以啊，OK。哎呦，现在火势了，OK。没有完全，OK。没有事了，没事了。小姐，你听好啊，我等下要你跟我一起逃出去，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明白吗？你会吗？OK，你跟紧我啊。我一叫你跳出去，你马上跳出去啊，OK？Oh my god！你看那火势真的很大，不要乱来先。火那火 ，no！哦，OK，没事。OK，小姐准备啊，我叫你走，你就走啊，OK？跟着我啊，跑出去啊，OK？OK，ready？一二三，go！快点出来，快点！OK，很好。哎，不要呼吸啊，不要呼吸啊！来，你出来这边就好，出来这边就好。OK，我总算把你救活了。这是第一个什么呀？第一个受害者在里面是吗？第一个伤者，OK。
好，现在我们去找第二位伤者，不晓得里面到底有多少位人物啦。来，我们经历一下啊。等一下，这边火势也是很大，可以重新没了。慢慢来，接着就没有这么简单哦。那着火了，跳！哎呦 ，OK。哇，大，这个火势真的是大。OK， 底下，哎呦，这样多这一个煤气桶，我的天哪，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来的？制造煤气桶的地方吗 ？Oh my god！这个很恐怖哦！哎呦，谁咯？等下那个煤气桶爆炸，我就笑咯。哇，太危险了！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危险嘞，人命关天，你知道吗 ？Oh my god！ 哎呦，我头撞到那一个墙壁。OK， 快点！嘿，朋友，看到好了。OK， 你可以起来吗？你可以站起来吗 ？Hello， 对吧？你感觉你好像是已经昏倒了，你不懂该怎么出去了，对不对 ？OK， 来跟紧我就是了。OK， 我是来这边拯救你的，你跟紧我啊。OK， 准备。这火势应该是没有办法扑灭啊，因为它是煤气的那一个。煤气的那一个什么、它是属于那种煤气管爆裂了，然后呢，然后火是这样子喷出来。快点上来！哦哟，你在那边干嘛？等下爆炸，你死掉喂！很危险，这个傻佬，这个笨蛋，喂，你是什么事情？来，我牵着你就好，我牵着你啊、哦、，OK。我看你应该是整个人已经老懵懂了，你不懂你自己要做什么，你是被火熏到，你整个人已经是完全醉了，对吗？不算醉了，就是已经模糊了，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OK， 这火势，我们跑过去，我们冲过去可以吗？准备好了吗 ？OK， 我们可以跑过去，哎，哎呀，那火这么快就让我帅了。OK， 我们现在一起跑过去啊。OK。跟我乖，我看不要了，你整个人这么模糊，你看，哦，不要过去，笨蛋。OK 啊，准备好啊，我们再跑过去啊，一二三 ，Go， 跑乖，快点！哎呦，笨蛋，你看他着火了，我叫你跑吗？你为什么不要跑？死亡，啊、哦，音超大、哦、Oh my god！救不到这个人。OK， 这边要怎么灭？哎呦 ，OK， 我不晓得他的门是不是那一种防火门来的。哎，哦，小姐，你竟然躲在这个浴室里面，还跟那么多的这个是吧？这个煤气桶一起躲在这个洗手间里面啊！哇，你真的很大胆哦。但是幸好那火势不大，如果大烧进去里面的时候呢，我看你自己本身都变成你被炸到什么样子去，我都不敢想象啊。OK， 我们站在这边前，里面还有人吗？应该是还有吧，我觉得。到底还有多少人呢？嗯。哦哟哟 ，OK， 小伙伴这边了。这边要什么 ？OK， 现在想办法进去里面。跑进去里面可以吗？不可以。我利用另外一个方式让过去。OK， 可以来。啊。OK， 没事。哎呦。哇，好大，这火势真的是很大。太多地方那个煤气管爆裂了，所以就有很多很多那个火全部样子烧开。哟，这么多这些煤气桶啊！我觉得这地方应该是制造煤气的吧？是吧？那么多煤气桶啊，怎么搞的哦？我还真少看见有这么多
多煤气桶藏在这一间屋子里面这样子的情况。这边灭一下，这边灭一下，这边应该也可以吧 ？OK。OK， 下午上楼上了。这边火势来喷一下先。OK， 这边。哦，啊哦，不可以不可以，啊。哦，我被卡在两个火的中间呢，哇，真是好危险哦！没有那么简单能够上去耶。火势真的很大，我整个人已经，很辛苦啊。但是目前我有氧气管，我有带着氧气管在我后面，所以还是能够支撑着的。OK。哦，这边有一位，他是，被烧死了。看来是一件很不幸运的事情。Oh no！ 我自己本身也着火了。Oh no！ 哦，难怪这个火势这边这么大，原来火被烧完了。OK， 对，然后会拖他的尸体。哎呀，按错了，我跑去，哎 ，no！ 我跑去守他的尸体干嘛？我要拖他的尸体，我要拖他的尸体。哎呀，我按错键了，抱歉各位。OK， 你在车上没什么东西哦？没有。OK， 因为不可能有犯罪的东西的，绝对不可能的。来，我们拖一下尸体，给他换拿。哦哦哦哦哦 ！shit， 怎么还活起来的？哦，不可以，不可以啊 ！No no， 不可以 ！No， 哎呦，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还是把尸体放下来。这个好像有啊，火一直燃烧它样子的感觉，我一拖它马上被燃烧那种，有魔法，火是魔法力量，哎呦，哇，真的，我不可以在这边了，我不可以在这边了，我在这边我就很惨了，我跑过去，我跑去隔壁吧，哎呦 ，OK， 那这边有谁呢？有哪一个？没有，因为我们看到一些煤气桶爆裂了。可以下午爬屋顶啊！哇哦，这边也是一大堆人在煤气的。Oh shit！ 来灭火器，哦，快点！哇，看我拿灭火器啊，哎，火势马上就没了。好吧，加油加油，来。像这边应该是可以进去嘛，但是进去的话，我就觉得可以。哎呦 ，OK OK OK， 哇，难进哎。这边哦 ，OK， 我终于到了另一个地方了。这边，哎，哇，这个床底下也是有一位女子哦，但是也是被烧焦了，可怜。Oh my god！ 哦 ，no！ 这边火势很大，哎，这边就是第二楼了嘞，对吗？这就是一楼了啊，底下那个是 ground floor，OK、okay。英文叫做这个叫 first floor 啦 ，first floor， 但它那个叫 ground floor。我们就讲楼上好了，这间屋子楼上这边，目前玻璃是可以破得到，但是我还是出不去，所以这边好像我已经被卡在这边了。看这边，看啊，这个没有办法能够打玻璃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玻璃出到外面去。这个就是那个直升机它撞进来的那直升机。OK。我们要怎样离开这边？这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去做出这个拯救的活动。也许楼下还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没有去找到。等一下，这边是哪里 ？OK， 来，我们爬屋顶上面哟。OK。看这个，这火是多么的大，还在烧那一个什么？烧那一个直升机耶！哦，这边好像有点动静，是有人吗？没有啊、哦。OK， 哇，这边还有煤气桶。OK， 小姐，你里面还有任何的一些？
人嘛，我刚才看到有两具尸体啊，在里面已经被燃烧死了，所以两具尸体再加我们刚才那个不好意思被烧死了，还有啊 ，OK， 后面的房间在哪里嘞？这个是刚才被烧死的那一位，后面的房不是这个，我看我往后面一点啊，哪里边是这一边吧？是，这个门好像没有进到哎。等一下，我拿不是忘了跑是七重七面。哇 ，shit， 又是这一边，我每次被他骗了。对，这边就是后面了。哎呦，看又在被烧啊，被烧。这边火势太大了。是丹尼，后面的房间在哪里？在哪里？后面的房间。诶，这个。啊，诶，找到你了。诶，起来。不要做了，起来。你跑哪里去啊？哦，他被那个隔壁去了。先拖他，先抓他，先变过去，可以啊 ？OK， 可以啊。这个模组问题啊，看大家请无视一下哈哈。OK， 先生，你 OK 吗？你应该会不会好像有点头晕这样子？因为。太过力了，来，你看一下这个，我用这个东西来给你测试一下，看你有没有晕到什么八仙。OK， 哇，好高啊，0.18多这样子。OK， 这样子的话我带你出去。OK， 放心啊，没事的。OK， 这次这个是这个人，我绝对不要让他被火烧死哦，绝对不可以。你看他那火势跑过来了。OK。没了，我想办法带他出去。呀，慢慢拿，小心。哦哟 ，OK， 可以，来走。哦 ，shit， 这边不可以。哎呦，这边很难的。哎，小心。OK， 这边。哎呦，把我带躲在这边先啦。呀。这边完了，我们就可以冲出去哦！哎呦喂啊 ！Oh my god， 不行啊，还是死，他还是被火烧死了。哎呦！啊，好嘞，尸体这么快就被烧到变成灰了啊！不见掉了，哎呦 ！OK， 看来应该是没有其他的那些难民在这边了啦。OK， 应该是没有任何其他人在这边被卡着，等着我们消防员的求救了。OK， 来，灭火先。我看这个哟，这个火势，哎，哇，好酷哦 ，shit， 飙过来哟，这边有煤气哟。包扎，我的人就不用存了。OK， 小姐，哎呀，导致我从后面后门出，哎呀，不好意思啊，你的刚才你说的那一位应该是已经死亡了，他不幸在火势中就被火烧死了。OK， 你们两位，我带你们去安全地带先。OK， 快点，给我过来。Hello， 警员，哎，这两位我成功救到了，我是不是很帅？是哦 ，All right，Come on， 快点，我带你们去安全地方，我不想你们死亡，快点，过来这边 ，OK， 这一个是那个什么？哎，怎么地上会有一个？哦，原来这个又是模组问题，他的这个尸体就是在那边一直浮下掉下去。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能够控制到他，现在没有啊，应该真是没有。OK， 算了，小姐，你暂时在那边不要动先了。OK， 我们要通知这一个救护单位来把你们送回去医院治疗一下。你们应该身上外面有皮外的这个被火烧伤的那种痕迹啊，应该是有了。
最好是让这个医院做个检查一下，然后还有包括你们的身体也是全部部位全部要做一个检查。当然我不会通知男医生来做检查，会我通知女医生，哈哈哈哈。OK， 在你们去的肯定是男医生啦 ，OK， 也驾车嘛。哎呦喂 ，What the？ 哎 ，Come on man， 你要看路哎，这样子撞我都有啊，不可以啊，唔通哎，你们是救护人员，你们不是来破坏了好不好？真是哎，在警方面前这样子做，看警方多给你面子啊，多安中官是那样子对你好不好？啊，看这警员多给你们面子、啊。真是的 ，OK， 好了，所以现在我要通知这一个那个，哎呦，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看我要快哦，我要赶快通知这一个，我们通知一下这个桃园市政府的这一个国际机场的那个消防队来到现场吧。OK， 只有还有那个。喷水了罢了，目前其他的那种方式都没有，所以我们就通知他来协助我们一下。Hello， 朋友，谢谢你的协助啊。OK。这个火势那么大，你有信心把它给扑灭吗？可以哦，哇，像他讲，我每天都在家里有喷水的，放心，一定可以的。我不懂他讲的在家里喷水是什么意思啊 ？OK， 我也不想解释，我现在也不，我就直接上车就是了。OK， 来，我们现在开始一起把这个火势给扑灭吧。这个需要一段时间，来，各位观众们，我们一起看一套好戏吧。这个就是我们的桃园市的这个国际机场的，台湾甚至是拥有这辆消防车的。OK， 好的，来看戏 ，Let's go。OK， 经过那么久的这个灭火的行动啊，目前很多火势已经被我们成功已经扑灭了，但是最高上面那个呢还是没有，因为那个还应该是太里面了 ，OK， 它太过里面了，所以因为楼上嘛，而且楼下呢我们水喷这么多呢，那些水啊累积在那个整个屋子里面哦。底下呢也是里面点啦，也是已经不被扑灭了嘛，更何况是最底楼那个，就是地下室的那个也是曾经已经被扑灭了，所以这个
一楼的呢，楼上这个火势，我看我要下车了，我要自己本身亲自进去里面了。来，我们可以做到的 ，Let's go！ 哦哟，哇，里面稍微还有一些啊，还有剩下一些，一点点的火势还有。哦，这边还有，原来这边还有，这边就比较难扑灭，因为还是在楼梯口这一边。对，楼梯口这边就比较难扑灭。哦，火势很多哦，这个，哦哟，燃烧起来哦 ！No， 不可以，不要燃烧箱子，不要燃烧箱子，箱子不可以，箱子很贵的。有时候那些那些阿伯他们呢、啊，都是没工作的时候呢、啊，他们可以收集这些箱子哈、哦。OK， 不要燃烧箱子哈、啊，箱子很贵的，很重要的。OK， 啊，小心。箱子也是可以让我来拍更加多的影片啊，不要这样啊，让我收集一些啦，也是好了。哇，这火那么大，我跟你拼过 ，OK。看你的火比较大，还是我的灭火器比较强？喷到你够够力力，让你灭为止。灭了吗 ？OK， 成功。哎呀，那边又着起来了啦。Oh no！ 哇，老虎这边这么多啊！哦，哎，朋友，你不要像我那个朋友笨笨的啊，等下又被火烧死啊 ！OK， 成功 ，OK， 来，我们跑上去，最高楼这边 ，OK， 这边也是已经扑灭了，就剩这一边罢了。OK， 就这个。哎呀，是的，你看我一讲吧，还有那火势就马上冲我过来，哎呦，是的，很难的，不简单。加油，跟你拼过啊！来呀！哎，不可以哦！哇，这个很难，这个真是要多挑战一点。啊，谢了，不可以。OK， 来呀！这次应该是成功了吧？我向住你的这个煤气的那个什么，那管道的那个洞那边啊，破裂的洞那边喷。这样子的话应该很快就见效了吧。地上的火箭啊，扑灭些，快点扑灭。 OK， 这边也是，哟，那火真的是大到怕人哦。 OK， 怎么还没有玩完呢，这么慢。 OK， 来，可以吗？扑灭你，快点，让他的那个缝啊全部已经被这个灭火器所喷出来的东西呢，全部扑灭起来啊！还没有缝，能够喷出来就可以了。OK，good。啊，这边还有一些，来，好了，就这样。So， 这个直升机我看要把它移开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力。我用那个铁该可以敲烂它吧？可以吗？不可以，敲不烂。没办法。OK， 刚刚一个朋友订阅我了，叫做 Sitting Low。Thank you， 谢谢你的支持。如果你在这个影片里面有在看的话呢，记得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哦。OK，So 啊，就大概应该是这样子吧，没有其他的火势强烈了。OK， 我看大家这样子吧，没了，没什么了，火势应该是已经 OK 了。已经被控制下来了，哇哦，真的是超难的。OK， 做个最后一个观察，确定一下。哦，是哦，我的朋友的尸体要拖出去先。哦 ，OK， 来，我绝对不会让你一个这个可怜尸体在里面。然后他现在是完全皮外受伤，然后躺在这一个地上面多太久了。所以我觉得他被救活的八仙力应该也会比较少，但是怎样的好我们都要尝试去拯救他，因为他毕竟是我的朋友。 OK， 不是，他不是我朋友啊，就是他是我的 partner。 OK， 我的拍档。这也没有，哪里边是出去呢？这我找不到门了，是这边吗？是这个，哎，不是，哎呀，刚慢慢往出去，好像走错路了嘞。等一下，哪里？
还是走这边啊 ？OK OK， 掉这边，看见了，那边就是门口，OK， 来，慢，小心啊！哎呦，啊，这是不简单的任务啊，各位，超难的嘞。OK， 总算成功了，哎，慢，小心，下楼梯 ，OK， good， 很好 ，very beautiful， OK， 慢慢啊。OK， 就在这边，来，跳下来。OK， 没事哦。来，报总部，请求这个救护单位来到现场。我们这边有一个拍档已经被火烧到已经不像样了，烧到连他的母亲都不认得他了，超可怜的。OK，so 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就拍到这一边。总算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差不多成功了，所以呢，非常感谢你们的这个抽出你们的时间来观赏这个特别影片，也希望你们会喜欢，在底下点个赞。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分享，还有别忘了订阅 Official CK YouTube 频道，我们要突破10,000的订阅者了。All right, guys， 谢谢你们的观赏 ，Thank you so much。好的，啊，看救护人员极好，还来给我命。好了 ，Buddy。你可以驾走那一辆桃园市政府那个国际机场的消防车了。OK， 我也要上了。OK， 拜拜。